反开矿富山林是每一个人共同的理想，也是咱所有人大家坚持的一个方向。因为宜兰县是好山好水，所以讲环境生活的品质，甲咱每一个人大家拢息息相关。尤其是伫这个水源头即只做一个开采，对所有的溪北地区所有的百姓，会使讲是真无公平，嘛会受到环境甲污水这方面的惊吓甲伤害。所以讲，咱这家嘛一直要来反对这个开迄、那个，咱这家嘛要甲咱一直来甲反对。啊，我伫县议会啊，伫开会时阵，吼、哦，嘛正式甲林芝庙馆长问这个问题。我问林芝庙馆长，讲对于这个开采，你的意见是啥物货啊？伊真坚决来回答讲，伊嘛是啊，这个反开矿啊，这方面的吼。哦啊，我就搁甲问啊，讲你有坚持无？伊讲伊有坚持，所以讲这个是大家共同愿望的方向哈，希望大家哈啊来持续下去，来关注这个议题，让咱生活品质会当愈来愈好。